Wen,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We are so happy to be here. The first time we play in Japan, Tokyo is an amazing city. We enjoy everything here. Especiall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other hours. They are really good people, really professional. And especially thanks to Taka and Mono. They are great guys. I think the music, from music, make everything happen, make people get close, everything. Thank you. Enjoy the festival, enjoy all the guys. That's great in the world, I think. It's like, I love you.在日本这次演出是我们这么多演出里面调音时间最短的一次，效率最高的一次。就是每个人知道自己是干嘛的，乐队知道他是去演出的，我知道我是调PA的，然后monitor调音师知道他是调monitor的，舞台的人知道每个人是负责什么的，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好了。 听得很舒服，而且声音不噪。对，它声音环境做的，其实它声音也很大。日本呢，我觉得它更精致、更细腻。它对每一件事儿、每一件哪怕再微小的事儿，它都会反复的跟你 check， 你对，它不希望有一点任何一点小的环节有疏漏。每个工作人员他们的服务态度都非常棒，对这些所有的音乐人竭尽一切的可能提供帮助、提供便利。 它整个的这个流程、整个操作，每个细节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个，そのフェスティバルって、例えば普通にやるんだったら、そのバッティングしないように、タイムスケジュールを作るわけ。じゃあ、例えば。 今回別にモノとダウディがが同時の時間にやってもよかったわけ。で、それって普通ねフェスティバルでありえないことなんだけども。みんなはちゃんとあちこち行こうという見てほしいんですよ。一個のバンド見に来てもいっぱいあるから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ですか。全部最高なんだから見てほしくて。振り分けられるかな。ああ、どうですか。ドラム向こうで。Everything in time and I think they will play the music. Yeah. In 1 minute. Okay. 1 minute at the ground stage. Everything in time. So headset, yeah. Okay. We play the BGM and the lighting cool. And the music stuff and cool. You go to stage. Cool.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自己在中国在大连，就是网文也是一个做的挺早的一个乐队。其实我们慢慢的现在，然后就是在经济条件上各方面的，然后都已经不错了。而且在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个音乐现场，这个、音乐现场，然后也条件也都非常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我们投入度、专注度，其实我们跟同样在日本的这些乐队比起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大家可以更关注、更投入。我们跟他们没有区别，我们都一样的，同样都喜欢音乐。别人就可以也同样工作，但是他会投入的更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创作时间，挤更多的时间来分配到自己的音乐事业上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然后都是给自己打了一个反问号，而且对每个人都，我觉得都是一个鼓舞和鼓励。现在更多的人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想怎么样，我以后要干嘛，我以后要我有还有什么样的方向，我想去干嘛。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在付出行动。我希望就能带给这些年轻人、这些听众，给他们更多的想法和思考，而且我们通过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影响一些人。至于这个影响的范围能有多少，也不用在乎太多，只要是去做就可以了。把你的想法付诸于行动。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guys. Show us everything. Have a good. A beer. La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party after Boris. Boris is the last band. Yeah. We can hang out there. Sure. Please stay here. You know. Sure. It's going to be a long day. Yeah, okay. All right. See you later. Thanks.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Love you guys. Yeah. See you.独立音乐在日本呢，还是跟中国是一样，还是一种小众的音乐嘛。同台很多乐队也没有足够的休息室，只能然后就是把东西放在走廊里、楼梯里。僕の解釈だと、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う簡単に見ると日本だとその商業的な音楽と、趣味でやってるようなもう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トな音楽っていうのは2つに分かれてる。でその真ん中の中間の一家だっていうのがなかなか実現しにくい世の中で、で今回アフターアーズで集まってるバンドはその中間に位置するようなメジャーでもないしでも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トでやってるっていうその ちょうど中間に位置するような活動してる人たちが集まってる。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比如说 Mono 啊、安慰，然后 Tow 这些也是大牌的乐队，然后音乐做得很棒。的确，他们做得非常棒，而且还有很多其他我们都不知道名字的日本的年轻乐队，他们做的一样非常非常出色，非常棒。然后他们想让他们的音乐让更多人知道，就也很困难。特别在日本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音乐人就特别多，机会是特别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的一种重现集体一种呐喊，联合起来发出我们的声音，远比我们一个乐队那种震撼更猛烈。かっこいいなって思う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みんなだいぶ一緒であんま変わ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そこをその楽しいって僕らが思って、それはどの国の人でも関係なくて、日本人だろうがアメリカ人だろうが何だっていいんですよ。なんかそこの共通してる部分を大切にしていけば、あまりなんていうのかな、その人たちを残っていく必要はないと。因为日本的这国家，实际我们大部分还是在电视啊，通过一些作家书啊，或者是一些报道去了解，实际上没有在日本去真正的生活过，体会不到他们实际在他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压力。大部分的人还在墨守成规的每天的辛勤的工作，但这也是他们民族的精神嘛。没有人在思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当下，没人在思考。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就是这种环境。その社会、親とか上の世代から真面目に働け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ただ選ぶんで。かつその説得力、そういう自分の好きなことに時間を費やせるだけの時間とお金を自分で作るよっていう人たち。ただまあその海外の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トのバンドで音楽だけ食ってる人は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ただ日本だとそういうのは結構まだ難しいかなと思って、ただモノとかボリスはそれをまあ日本人でありながら先陣を切ってやってるとは思う。自由な音楽シーンがなくなってきてるような感じがしてて、でなんかよりなんていうの、メジャーのレコード会社とかそういうスポンサーの力とか借りずに、なんか俺たちだけでできることはな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でバンドたちも自分で全部集めて自分たちで選んで、でちゃんとリスペクトがあって助け合えて、それはみんなが集まることによって大きなお客さんに若いバンドを紹介しつつ。不管是中国，不管是日本，我觉得全世界的老百姓的需求是一样的，是没有什么因为政治而隔阂的，大家想法是一样的。我除了我生活生存之外，我需要音乐，我需要艺术，我需要成长，我需要美学，我需要这一切，精神食粮。嗨。あんまりそのメジャーシーンにあるものはやっぱりクオリティ高いもの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なので。こういうカウンターカルチャーが一番陥ってはいけないポイントは、ダークホースをアウトローのものを演じてしまう、アウトローを照ら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ことにだけは陥らないといいなと僕は思っていて、
アジアのパワーってすごく大きいと思ってて、やっぱなんかその欧米から影響を受けてるけど、俺らはそのアメリカやヨーロッパから影響を受けてみんな漫画始めたけど、やっぱね俺らはもうね、それその影響をリスペクトしてるけど、やっぱなんかね新たな力が今アジアの音楽とかすごい生まれようとしてるって思うので、普通の一リスナーとして、だからこのチャンスやっぱ残さないでほしいし、なんか細かいこと、まあ、国って違うけど、なんかその音楽でつながれてこういうフェスティバルがあって純粋に楽しければいいみたいな、そういう場だったら最高じゃない。だからそこだけはね、本当に俺らはこういうフェスとかで大事にしたい、音だけですからね、音だけ聞いてよければいいんだよね。そう碰撞我特别喜欢那个词，所以对于这次他们三个乐队的人然后这件事情做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有想法，非常非常大胆，嗯，伟大，可以说是伟大这个层面。给我震撼最大的就是 Boris， 网文演出那个场地最后一支乐队，我只听过他的专辑，所以我没看过现场，所以我还是挺感兴趣他的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到那个他台前的时候，有一种宗教的压迫，那种气场就是包围了，把你定在那儿，这个人被控制住了。它的魅力在于，你对你的器官来讲是摧残的，但是它又吸着你，不太愿意离开，你知道吗？你就想在这多被折磨一会儿。强大、很冲击力很强的一种高声压级的高能量的一种音乐，但是完全没有妨碍它的细节和它的细腻程度，而且甚至包括它的一些灯光效果，用了六台，投影仪，其实是主灯光嘛。感觉起来就是一瞬间就被带入到他制造的这个音乐场景里。只有你在每个方面每个细节都做的都充分的话，你的整个的你想表达的音乐概念以及你通过音乐来传递的其他的你的不管是你的哲学思考或者是你其他的思考人生思考，我不应该再往前走，我觉得再往前走我可能就是这样的。みんなで盛り上がれたから、もう本当にベストフェスティバル in ever in Japan。日本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理念を持ってバンドをしている人があまり少なくて、こういうイベントは日本でもかなり少ないと思うので、本当に意味のある。それぞれの、ね、バンドのやり方があって、音楽の続け方があって、
そういういろいろなサンプルケースにそれぞれのバンドがなってると思うんで、一つのこう目的にみんなが向かっていったフェス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なんかみんながこう同じ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ったフェスなの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よ。We are the young generation. MB とかモノとかダウニーとかはずっとやっぱりこう僕たちからするとすごく尊敬ずっとしてた、すごい嬉しいと思って。でも僕たちは僕たちでこれから先もうちょっとね自分たちの世代でまた何かや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それはまたちょっと今考えてます。去年的时候吧，去过一次日本，那第一次去日本，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包括甚至走在街上看这些建筑，看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方方面面他在追求一种极致。艺术家、音乐人也是，我看了几场演出，特别小的演出，音乐做的超级棒，想法有创造力，经验，然后各方面，我就控制力，各方面我觉得都超级棒。然后演完出，他们几个乐手聊天聊，就说音乐特别棒，他说啊。太谢，我们音乐做得不好，我们一直在都非常谦虚，而且他们都是工作上班，就是喜欢音乐，也做了很多年，岁数都不小了，可能将近50了，做好做精，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思考是更关键的，人工智能或者这种科技的发展给人体力劳动的解放，但是你的思维，你的认知没有再去进步的话，可能就是个傀儡。都行。欢迎大家，这个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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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We not over drinking. We go team building, like a company team building. 演出之后，然后参加了他们的 after party。可能当天给我的感触比较多的是，其实除了音乐之外，这些个乐队他们确实在做很多怎么去推广自己的音乐，把自己的音乐让更多人听到这样的事儿。这个在中国可能有很多音乐人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经纪人或者是我的经理，然后他去联系，我就负责埋头创作我的音乐。但是其实在日本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些在日本比较大牌的乐队都是要亲力亲为，包括这次组织这个音乐节也是，然后他们要充当音乐节的主办方，去忙前忙后去招待这些个参加演出的这些乐队，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甚至帮网文介绍一些厂牌，包括日本的厂牌，包括美国的厂牌，介绍一些其他的厂牌认识。他也希望然后通过这个机会能帮助更多的乐队，然后在国际上打开更多的出路吧。Have shows in North America. I'll do what I can. Yeah. You know, get you in touch with people for sure. Yeah. Keep in touch. Okay. 其实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做的还真的还差很多，算是打开了一扇窗。其实我觉得反而可能是一种印证，比如说。可能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这种选择。我觉得，我们就绝对不应该只是一支就是一个中国乐队，就在中国演这些巡演，然后演这些音乐节，然后就是上班打卡似的就完了。就是在这几天之后，哎，我发现，哎，第一，感觉拉近了距离，对吧？第二，然后确实就是哇，大家其实在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一类人。我觉得就是一种印证。結局なんかその日本でとか海外とかでも自分たちで行けると思ってなかったって、海外とかで行けると思ってなかったらしいんですから、いろんなつながりがあってヨーロッパでも一緒にやったことあるんで、それでもできたらすごく嬉しくて、でそれが自信にな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が初めて分かって。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njoy the game. Enjoy everything. Enjoy music. Enjoy life. Thank you. Hope to see you and hope we can come back to Tokyo, to Japan and play for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